很像，我感觉我身体里住着一个机器人，我有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胃。哎，那不对呀、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因为机器人它是不吃饭的，对，你只能说你的身体里可能住了一个饭桶。今天要表演什么呀？大家看我很瘦，很瘦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平时我很能吃，而且会特别不容易吃饱。问一下，你有多能吃啊？如果说是要是按一顿的量的话，吃八斤牛排，或者说是八斤什么牛排，然后对，或者说是可以吃到二十多个汉堡加一个全家桶。等会我有点不知道，就是西餐厅那一块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大概八斤的话就是这么大，然后也可以吃九十几个鸡蛋。一顿几个、一次一次，然后再就是你考虑过母鸡的感受吗？对啊，那你有去看过吗？这是病吗？大夫说你赚到了，很多女孩子梦想是这个、对。哎，等会儿，那是因为吸收不好吗？应该是也是有关系。哎，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头一天吃了个包子，然后上厕所，哎，又出了个包子？不过我一天是要上两次厕所，然后就是几乎是吃多少出来多少。我的天，那你家马桶得特别大吧？特别特别大吧。过一会儿他肯定要挑战大卫嘛，那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先量一下他的体重？嘿，对，好不好？还有腰围。哎呦，92.4。量量他的腰围吧。反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记住了，64。哎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有男朋友，我男朋友现在估计就养不起我了，因为正常的情侣之间吃饭，大概有100-200块就够了吧。我们两个平时出去吃饭，大概就是在500-600块我都吃不饱的。你应该吃自助餐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吃自助多好啊，这个。吃自助更尴尬，我之前吃那个就是现在北方不是有很多都是那个自助饺子吗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吃了240个饺子，然后等第二次去的时候就直接把我撵出去了，不让我吃。你给我出去！不，他说归说，我还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能吃。这样，咱们先看看他速度吧。没问题。好吧，那先速度，你要吃点什么？吃包子吧。好，来吧，上包子。哎，咱们坐着看看吧。哎，我觉得他要是自己一个人吃吧，还比不出来说他吃的有多快。咱们应该找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跟他 PK 一下。随便找一个。好，就你了。哎呦喂！导演安排好了吧？一零，哎，你数学行不行？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8个，倒计时，一分钟，开始。好好吃。这个速度也很一般嘛，还有更一般的呢，这一个没说。刚刚你是吃了两个，三个，因为呛到了，如果不呛到的话会更快。哦，给我计时一分钟，我吃，我绝对比三分个多。你真的要挑战一下吗？挑战。人家少女偶像都出手了，咱俩拼一下好不好？一分钟，来吧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怎么饺子？你怎么饺子？一会儿你要吃什么？一会儿吃什么？一会儿再来点面吧。我现在吃点这点包子我都吃饱了。你要来几碗？随便来几十碗。我的天哪！那今天我们就看一看他在现场是怎么把自己吃走的，好不好？彤彤，你面前现在有多少碗面？40碗。叮叮。全部吃掉吗？尽量，应该没问题吧。彤彤，哎，不要勉强自己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哥帮你。哥帮你吃半碗，没问题的。当第一口入嘴之后，开始。
这么吃面，我是第一次见呀、啊。这是跟那个细面鸡一样的吗？一碗。慢慢的，不急哈。我心疼她男朋友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一顿饭回到解放前。我觉得她把那个碗放到锣上去，好有成就感。感觉怎么样？现在？挺好的，因为我尽量快一点，我要挑战我自己。哎，好，你要挑战自我。18碗，我跟你讲，彤彤，不行就算了吧，人生路还长，18碗之后还是一条好汉，面还有很多，不一定一定要一顿吃完是吧？对，生活不止眼前的面，还有诗和远方的面。没有。哎，喝水吃面条应该不会噎着吧？溜缝，还有水溜缝，你这还得蹦一蹦颠着颠着。哎，你说如果是日本做这个综艺节目会做成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死鬼！好啦。还可以吃，但是因为面条你吃完以后它会发胀，我不能让我自己受不了，这些就可以了。哦，转眼间，一半的面条就不见了。面条，你去了哪里？你去了哪里？面，让我再听一听你的声音。面条，6、8、10、12、19、19、19碗。哇塞，我破自己的记录了。哇、哦，你自己记录多少碗？我之前是10分钟吃了17碗，现在呢，8分钟19碗。人家吃饭不是为了吃饭，是为了破纪录。我们量一量他的体重，量一量他的腰围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吃之前体重是92.4。哦，哎呦喂！就是7斤的东西，7斤吗？还好，我最多的话应该可以吃到13斤。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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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，话怎么听？真的大了，真的大了！我跟你说，你们天哪，16厘米，64啊，记住了，64，真的大了。原来吃多了可以让人怀孕，不是怀孕。那不难受吗？不难受，不难受。我几乎就是可能就代谢比较快，平时头一天晚上吃完以后，第二天就会消好多。哎，但是彤彤，你有去检查一下吧？看了也没什么问题，其实就包括上个月一样，上个月我光吃就花了2万多。既然来到这个现场了，有什么梦想吗？梦想的话就是我希望以后吃东西不用花钱。哇、哦，一看就是东北姑娘，太实在了。那什么，你不花钱的时候带上我。现场50位秒红团的成员，你认为他可以秒红的话，请为他打分。倒计时5秒钟，谢谢大家。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哇塞！我头一个看到的靠吃能捧红的人，真是能吃是福啊！但是记住了啊，不要说为了刻意的让我们开心而去吃那么多，一定要让自己舒服。加油，加油，秒红，加油。OK， 谢谢，太厉害了。